欢迎颁奖人陈子红、戴佩妮。老师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你好。老师，我们有多少年没有在一起同台颁奖了？算一算，应该11年了。哇，我跟你有这么久了？蛮久了，够久了吧？有一点久。那要不要想想出去外面看一看？有一点想。有点想也 OK， 没问题，世界很大。而且最主要是今天所有唱片公司老板都在这里，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呢，跟不同的人合作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团队，应该会有更好的火花。所以呢，我乐观其成。啊，如果这个看你什么时候当西北给啊，我会帮你把嫁妆准备好。好了，说到当西北给，其实今天有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，老师今天有没有紧张？我还好了，平常心。平常心已经习惯了，谢谢，我也觉得，你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真的吗 ？OK。那老师，那个如果是台语的就由你来念了，因为我怕我发音不准。第22届金曲奖年度歌曲，最佳年度歌曲得奖的是。恭喜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李大哥李宗盛给自己的歌。我要插个话，不管怎么样啊，我要说郁可唯都是最好的。谢谢子红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郁可唯。真的很开心，第二次上台帮李宗盛大哥领这个奖。同样也是要非常非常感谢评审的肯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